西有，楼外青山，楼外楼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在下专业降妖师林前，降妖未到，未曾想经费不足，恳请各位捧个钱场，让在下吃饱物。哎，根本没人搭理你，真是废物，连个魂都进不着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今天混世等死有什么贡献？哼，人类，你以为你能体会到爸爸的快乐吗？哇哇！哇，好可爱的小黄鸭，来，让姐姐抱抱。爸爸的快乐，你体会不到。你这个不正经的色鸭子，下一顿就把你给煮了。好饿呀。啊，生不逢时啊。真是浪费了我帅气的颜值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煮妖。要是再赚不到钱，过几天也就该饿死。什么声音啊？我操，你哪来的肉骨头？鸭子有鸭子的纹路。我不行了，作为穿越者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但没有开挂车王称霸，反而混成了一个小道士，连饭都没得吃，简直不要太凄惨啊。大哥哥，这个包子给你吃。包子红。吃这么多，肚子真的不要紧吗？小妹妹，我是一个降妖师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和我说。不用啦，谢谢大哥哥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。啊，剑匣在震动。天水通流，妖物横行，火神庙前有妖。等等我。